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是想说，那个诸葛武郎好不容易想要见伯父啊，我们就想回来看看啊，所以就请假啦。对啊，哎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那152年前的情书，他决定卖给爸了吗？不知道哎，才刚开始谈而已。 三姨的字迹，我认得出来。三姨，没想到。哎，诸葛先生，您这是？哎，我只答应王小姐跟你见面，并没有答应要把情书卖给你。哦，诸葛先生，咱们来谈个买卖吧，你要卖多少银子？ 你家是卖金子啊？这是三姨的墨宝，我一定要买它。那个银子的事儿，我自己会想办法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我会想办法的啊。诸葛先生，你开个价吧。别人要买的话呢，我卖500万。你要买啊？我不卖。为何不卖？ 我之前啊，诚心诚意的登门拜访，被这个石家后代人给赶出去，竟然这石家后代有眼无珠，我看你们皇家这后代也高明不到哪儿去。不是，我非皇家后人啊！别听你骂鬼狼，讲鬼来，这个这个，哎，这个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真是，对不起，真的是我对不起啦！啊，这物件哦，啊，不如真正唔买，可是它不一样哦。哦，伊哦，比我还有学识呢，吼，哎，未做跟他勾搭人的啦，你听他讲话就知道，未做跟他红黑红哦，来投胎嘞，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哦，对你做些足重要的啦，拜托你卖给他啦，啊啊啊，不然我跟你回去嘞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啦，吼，啊 ，I'm sorry， 什么嘛先，吼，啊，我也I'm sorry，来，我跟你致歉。 请你卖给我吧，卖给我吧！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那你要跟我上去看他们现在谈的怎么样吗？我要去上厕所。去啦！我陪你上去。嗯，那就大家一起去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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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够啊！ 诸葛的待遇不是低哥，没有，我是想讲我没有这样，你就不会停下来嘛。诸葛先生，久仰大名啊，你们三位刚刚在楼上聊得还愉快呗？不用再哈拉了，总之我是不会卖给你们黄石两家的后人。哎，诸葛五郎，你当古董商的原则不是就应该让古物回到主人的身边吗？那你就更应该把情书卖给黄伯父啊！ 是啊是啊是啊，如果原本的主人不会爱惜他，我宁愿卖给出高价的人，就这样告辞。哎，请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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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拉我，不要拉！不是，不要！你呢？他都说不卖给你，你这就去干嘛呢？他不是要证明我会珍惜三姨的墨宝吗？我就证明给他看。不是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五郎先生，五郎，这物体太慢。 有创！别急，别担心，我先去找。石瑞哥，这里是八楼，我怕你冷。别急啊。